前怪手已经成功渡河这样，那现在就是准备他把要排除前面有一些大石头这样，然后现在目前用拖车带，他用拉的先把那个石头把它拉出来这样。那我们现在目前搜救人员已经都全数进去了，然后准备待会就是可以脱困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去把大体做打包这样。那今天这两位两具遗体是有机会出来的？对，今天一定可以出来呀、啊。对，然后可能会请他再去附近做开挖一下，看有没有其他有没有办法发现其他的那个患者这样。对，那另外一边的搜救任务，大学我们后面那边一样有三人三犬，六人三犬在后面一样在 1.8K 大水管后的封闭去做搜索。对，那目前他们还没回报出来，待会中午的时候他们出来有讯号的时候，我们再跟大家报告。